大家好，对不起，中文不好，中韩国来的米嘞。今天又来台北了，因为我想吃白猪脚。听说白猪脚只有台北才有。其实别的县市好像也有，但是桃园没有。桃园没有？我觉得韩国的跟台湾的猪脚味道其实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比较香的感觉。酱的也不一样，台湾的肥肉比较多，我喜欢 QQ 的皮，但是好像台湾的猪脚比较多皮。真的，我在韩国没看过白色的猪脚，谁做的？好聪明哦！你吃过吗，林老师？没吃过，没吃过，看看。我真的没来过这种的地方，去外面吃的，这个前面马上做白猪脚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订餐之后马上来的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哦。哇，很大！我真的喜欢这种的肉，很香哦，很香哦。嗯，好爽。啊，然后你的这个是猪脚面线，有骨头，然后我这个是腿肉。对对对，骨头是你先拿掉。啊，拿掉了。这边会有饺子，嗯，饺子，哇，哦，我第一次吃饺子，嗯，台湾人可以这样吃吗？这样，嗯，好 Q Q 的，嗯，而且它的汤很自然的味道，嗯，真的没有那么咸，而且。好 Q Q， 哇！我真的喜欢这样，而且很 Q 的。啊，你那个它的皮比较 Q， 我这个比较多瘦的肉。这个会 Q 吗？我觉得这个不会。我觉得会让人感觉不甜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酱油。酱油。酱油。我的牙齿太黑了吧？我第一次吃，我现在吃。哦，这个本来是可以吃哦。可以。超香，超香。是真的好，是真的好。第一次吃，我也是第一次吃。这个多少？100。100不会贵。不会吗？嗯，我觉得超便宜啊。因为在韩国像吃猪脚的话。很多钱，超贵。但是虽然它100，可是它肉真的给超多，不会让你觉得哦好少肉的感觉。对啊，应该在韩国100的面而已，当然是没有肉啊。真的韩国人100喜欢猪脚面线，100。不可能不喜欢。对啊，这上次就是那个啊，陪中环来一点。哦。所以你觉得陪中环厉害吗？知道就对。嗯，知道，而且超级好吃。怎么会是这个100？我真的觉得台湾的肉比较便宜吗？为什么？不便宜呢？奇怪。那它还有辣椒啊，你可以加加看辣椒。很辣吗？这个很辣。那它辣椒厉害，就一点点。这个辣椒。对对对。嗯。我刚才想说应该没有到这么辣，而直接喝一口。哦，辣椒会不会很辣？不会。这里真的可以。他是韩国人。嗯。之前我们很多韩国人呢。对啊，对啊。过年前。很多一天都几十个。哦，本来不想让他拍哦。对呀、啊。因为他拍的时间太久，我们本身客户就很多了，然后我们做了50年了。你再拍下去，应该又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多了一些韩国人，每天都有。这个酱应该韩国人加酱，太绝对了，超级爽，我腿肉。我觉得我这比较好吃。真的吗？你觉得有骨头的那个比较好吃？嗯、我给你看，
这个是腿肉啊。哎，腿肉吗？这个呢？对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你的。那个看起来是肥，吃起来不会很肥，因为有带一点筋。哦。哇，这一块真的是好吃的。里面最好吃的。两个面线呢？韩国人。韩国人。看不出来。真的。韩国人很少这么漂亮的。在台湾很久。几个月了。七个月。那为什么台湾话都听得懂？一点点。一点点，我看你讲什么你都听得懂。不会。七个月怎么学到啊？那么快、啊？但是看不懂。就看不懂。就看不懂。只是听得懂而已。那你算是？有那个语言的天分，觉得学得很快、啊，不会啦，聪明，没有啦，我先帮你订阅一下，哦，谢谢，哇，订阅到一个，也是，好久啊。他在看我的衣服，还有哎，可以，谢谢。我累了，是他，跟高高一起啊。我赚了，我等一下要放放对。就是这个面线超好吃，我好像第一次吃面线的。其实我因为外出做做配饭的，超好吃。而且你让我很快吃完了，超级快！我真的可以吃两碗，太好了。这样太没礼貌吗？而且老板也一点要笑，好亲切。台北人本来是这么亲切的人呢。天气很热，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热，而且后面可以买饮料。这里很多是不是？这里吃东西，看起来好晚哦。这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来，我也觉得这里。还不错，其实很台湾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说的是这样，超正统的感觉。外国人一定会喜欢这里，而且这里有影子，所以不会那么热，而且有地下街啊，大道车啊。来台北一整天玩这里就好，刚好。谢谢大家，我回去桃园，拜拜，订阅、按赞。希望也来吃白族照面。